两年半没见哈，两位冤家好，中间都没有想念过 S 吗？你是不是又喝了？这脸看起来有点肿了，是不是？你才肿嘞！朋友一生一世，你是怎样毁了我？是不是？作为一个上综艺节目的人，玉林大哥一直是我心中的标杆，所以说今天我就给玉林大哥准备了。东北气质的改造全身的一个三件套。周日晚间7:30，中天综合台，真相吧，花花万物。